太太你好，嗯，我问我自己，1975年属兔子，属兔子啊？75年属兔子，75年属兔子，你开玩笑？还想问什么讲啊？我身上没有灵性，还有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没有孩子？婚姻没有孩子是吧？还有没有灵性？哦，看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这么多年没灵性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输卵管堵塞了，有一边的输卵管堵塞了，右边。嗯。不是左边。就是我现在对着你的右边啊，就是你的左边。查过没有了？是不是堵塞了？我没有查过了。没查过。好了，告诉你啊，我看见过你怀孕过的，怀孕过的。就是。我说你过去没有生不出之前，你怀孕过的，你听得懂吗？就是你有过的，后来才生不出来的，明白了吗？赶快念经吧，没时间了。78张小房子，好吧？打掉一个儿子，你再生的话就是一个女儿了。好了，嘴巴不要张这么大，能生个女儿出来已经蛮好了。还有台长，我想问一个问，我想问我妹妹王宝秀，她现在在哪里？死掉了。嗯。叫什么名字啊？王宝秀。叫什么？王宝秀。王。宝秀。宝贝的宝。对。秀呢？秀秀的秀。什么秀？长的秀。啊。我真的听不到。王宝秀，秀丽的秀是吧？刺绣的绣，饺子边旁一个刺绣的绣。王宝秀，秀气的秀，秀气的秀，但是没有饺子边旁的。什么时候死啊？1年前，去年2013年正月初七。王宝还在下面呢，还在下面。走的时候他很麻烦，他是突然之间生病的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很可怜的，还在下面呢。可是我一个妹妹在帮他念小房子，他没有收到呢。你念了几张啊？我一个妹妹在念，给她念，帮她念，念了几张啊？她没有收到。不是，给她念了几张小房子？这个问题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肯定收到，不收到不可能的，只不过是收到的太少，明白吗？还在地府呢。嗯，这个妹妹还在地府呢，跟你长得不像，听得懂吗？嗯，她跟你一点都不像。好了，我讲什么你都听得懂。好，谢谢台长。听得懂了吗？谢谢。王树明，你好，听得懂吗？